好，各位大家好啊！今日2020年4月28日啦，咁 DSE 已經開始咗幾日㗎啦，分別都考咗 VA 啦、CAM 啦、LS 啦，同埋今日嘅英文科啊。咁你都知啦，國上理誰咧，一路都有教緊高中嘅數學科嘅。嚟緊禮拜六咧，其實都已經係考 DSE 數學㗎啦。咁我哋都擔心咧，有啲同學啊，可能喺5月1日啊、4月30日啊呢兩日嘅假期入面啊，做起數上嚟唔識又冇人問喎。咁所以咧，我同李 Sir 咧決定咗就開放有限度嘅一啲位置咧。喺5月1日嘅時候，你哋想操數嘅話，可以上嚟我哋 centre 度咧操數，而我哋都唔額外特別收大家嘅費用嘅。希望咧大家可以好好咁準備你嘅 DSE 啦。咁如果真係有需要嘅，你可以留低個電話或者直接 send 個 message 咧俾郭 Sir， 話俾我知你係有咁嘅需要，咁我可以幫你留低個位5月1日，咁你就可以過嚟噶啦。如果有需要嘅，記得揾我哋，遲啲見，拜拜。